单独啊，他不怕单独啊，啊，不怕，怕什么单独？大学了，小孩子要独立了，知道吗？对，这么大了，以后呢？要是怕的话，以后大学读完了，他去读去工作了怎么办？对，应该要学做独立嘛，是不是？ Yeah. 哎呀，我是我六岁已经独立了，给人家就是差不多独立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人家欺负你，什么时候欺负你也可以。不给你吃也可以，我知道感觉这个感觉了。那十五岁我也喜欢单独的，我跟我叔叔做工嘛，但是他不给我了。谁的大学？泰勒。哎呀，太冷了，大哥。太热了。高点。你要观看观看啊。对。你观看就帮你观看。这下面很冷。打高尔夫球。Thank you.